奇怪奇怪，每个人指的方向都不一样，难道说是我的问法有问题吗？哎，还是说四面八方都有仙水？对，就是仙水，你们没有听错，这种应该出现在戏说台湾里面的东西，就是我这次要找寻的任务。阿亮听说在诗坛有一座仙山，仙山里面有一种泉水，在日治时期有一户姓萧的人家，他们得了疟疾，就是靠着这个泉水把病给医好了。从此呢，大家争先恐后的去取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近百年来，仙山附近的人就靠着这个水头好壮壮，有的还长寿加八厘。有这么神奇吗？你相信吗？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但是大家看到我身上这些瓶瓶罐罐的没有啊？一些叔叔伯伯、婶婶阿姨，还有三弟的同事们，知道有这种泉水啊，都在瓶子上面写下自己的愿望，要我一定要把这种泉水找出来。看来我不找是不行了，我背负了一群人的愿望啊！哇，什么愿望？龙总监，桃花多多，我看你是送养乐多吧？凯哥，不要让导演生气气，不可能啊！还有什么？找到真爱哦，学业进步哦，有钱任性哦，这样子我也要有愿望才行啦，啊，不然不是会白跑一趟吗？哈哈，有了愿望，我就可以不虚此行了。走了。我在圆一个梦，圆一个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梦。我要找一种水，一种可以治病兼许愿的仙山神水。跟阿亮一起出发吧，一起在千丝万缕的世界中寻线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绿意盎然的大地上发现有青脚嘎大虾的经济奇迹。这是一趟在乡野奇谈中追本溯源、找回传统之美的旅程。出发总要有个方向，走，我们到苗栗去。哇，问水老街，看到水就对了，有可能仙水就在这里了。就算不在这里，老街里面人潮特别多，找一个人问问看就会有线索了。哎呀，又见面了。哎呀，明珠好，明珠好，好久不见。哎呀，客家一姐，客家女神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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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所以你一出现在我们节目，就知道这一带应该也是很多客家乡亲哦。非常多，而且在大湖整个这问水老街上，全部都会客家你，都会客家你呢。嗯哦，所以苗栗是你的故乡嘛？对，苗栗是我的故乡，所以你回到土生土长，等于回到家里面来就对了。对，当然一定要带你好好去看一下。我非常熟悉了，我有任务在的，我要找那个仙水。哦，对，会不会很难找？哎，不然这样好不好？找仙水之前，我先带你去问水老街看一下。先看一下，这边有很多好吃的，一定要看的。你这句话就吸引我了，任务先放一边吧，有好吃的就要去逛一下了。走走走，来，我们来去看一下。嘿嘿，这样就对了。想要得到线索，就要先把感情和当地人混熟。那到底要怎么快速混熟呢？吃是最直接也最舒服的方式，而且有客家妹陈明珠带路，不但不怕踩到地雷，还有人免费翻译，多么棒的一个开场啊！哈哈哈哈！哎，才在夸奖你冰雪聪明、天赋异禀，怎么第一摊就带我来个香肠摊？这会不会太普通一点呢？大哥，你有吃过吗？草莓香肠。香肠我是吃过，草莓我也吃过，但是草莓香肠听起来怪怪的，没吃过。闻到就恋爱了哦。说不上来的感觉。很肉味吗？有肉，可是就它肉飘出了一个草莓味，这个是蛮怪异的事情。但其他真的很厉害，老板娘，我记得你草莓香肠是放草莓酒，对，高粱真的有草莓酒。哦，高粱香肠放高粱酒。草莓香肠放草莓酒，我说它没有草莓那个果酱啊，什么东西在里面？肉跟那个，对，酒，那就放心多了。对，它还是咸的，可是那第一口下去的时候，你感觉你好像吃到了一块草莓饼干的那种感觉，有一个草莓饼干肉，草莓夹心酥有吗？因为它很 juicy， 刚咬下去就喷汁了，嗯，还闻到一点草莓酒香，还是有。哦，好奇怪的感觉哦，好吃吧？嗯，还不错。哦，还好，今天早餐还没吃。把香肠当早餐吃，这我还是头一回。有肉，有水果，又有酒香，三种享受一次到位。因为问水老街的隔壁就是大湖，大湖采草莓，你听过没？嘿嘿，草莓没采完怎么办呢？很会物尽其用的客家乡亲，立刻拿来酿酒、做面条、做贡丸和做香肠。吼吼吼，光一个草莓香肠就让我惊奇的不得了，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惊人的料理。哎呦，哇，这里挂一排蛮特别的东西啊！你猜这是什么？哦，这是什么中药铺还是什么吗？啊，看起来一片一片的，好像蛮珍贵的药材是吧？
一进就感觉就很像那个什么猪肝的味道。没错，这就是我们客家非常有名的竹蛋干，猪胆干。这是一口吃掉吗？还是咬一小口就好了？咬一小口，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对，不要吃贪心，吃太大块，要问清楚。你真的只能一吃一小口哦？真的有点咸，我到现在吞下去的嘴巴都还有。还可以，还觉得可以配两口白饭、嗯、对。不过亮哥，我跟你说，它这么重口味，其实是显示以前客家人很辛苦的日子里面，他要把它腌制起来。嗯。然后，所以如果说可以保存期限比较长一点，而且可以配多一点饭。那一大片的话，制作的过程要几天？一个多月。最快一个多月，用香料、高粱酒、酱油去把它腌制。再每天拿出来去晒，或者用擀面棍去把它擀平。又晒又擀，擀完又晒，这样子一直到晒干为止。哦，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温水老街这边很有名的限定的，限定一定是我带你来这边，你才吃得到。吃得到。说实话，要不是明珠带路，这门口一整排黑压压的猪胆干，可能只会成为我们拍照打卡的 background， 根本不会知道它的美味与珍贵。像这样的百年客家传统美食，不只是到客家庄才吃得到，而且会做的人也越来越少喽。万一失传了，想知道它的滋味，就只能看我们的节目自己想象喽。哇，阿亮，我真是幸运呢！从走进汶水老街开始，看到的、吃到的都是我在天龙国没有见过的。看来这个客家女神的确很靠谱。亮哥，他就是我们的国宝级的大师刘老师。现在会做这个的呢，真的是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屈指可数就对了，屈指可数，个位数的，真的哦，说不定只有一个会做了，有可能，对不对？你知道这什么吗？这个一看的话，应该是，应该是那个鸟巢，或者是那个鸡要孵蛋的那个窝。你觉得鸟巢需要大师来煮吗？对，应该不用了。这个叫做茶寿。茶寿，我知道，那就茶寿就是把茶叶放在里面，它可以放比较久，不会发霉，对不对？不是，那个用蜜宝糯就可以。茶泡了放进去里面盖起来，6到8个小时还是热热的。那个名字是我起的。哦，你取的名字啊？多喝茶长寿。多喝茶可以长寿，所以叫茶寿。除了多喝茶长寿，其实茶寿这两个字还真的有特别的意义哦。相信大家都听过人生七十古来稀，70岁称之为古稀之年。那你有没有听过喜寿、米寿、白寿、茶寿呢？喜寿代表77岁，米寿是88岁，白寿则是99岁，而茶寿指的是108岁。怎么说呢？我算给你听，因为茶字的草头代表20，下面则是8和10，一撇一捺又是一个八，20加80再加上8，就是108岁啦。数学不好、国语不好都没有关系，但你只要记住，苗栗汶水有个茶寿，不但可以长久保温，还有长寿的象征。来喝茶了。喝茶，这个茶什么时候煮好的？早上煮的。我看看，现在也要过中午了哦。摸起来是温温的啦，应该不会烫口了。我们这个热热的还可以，6到8个小时还是热的。6到8个小时，比保温杯还厉害。以前那个上一代阿妈那就做了就传下来，就是鸟窝那边就可以铺蛋啊，就是有保温的时候。阿嬷就做一个给阿公带去山上，再去山上保温那个饭啦、茶啦，带到山上去。中午的时候打开来，真的很热热的，阿公就很高兴，满满的就回来了。回来就跟阿嬷讲说：“你做的鸟巢好好用，真的很。”尤其你看，50年前，对不对？那么久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保温的一些设备、保温的器材，这个就是当时保温一个最好的一个用品。听完这段故事之后，也相当感动。这时候留下来，这个时候喝茶不是，这时候喝的茶应该跟刚刚滋味又不同。哦，你会挖洞给我跳，蛮不错的啊。应该是你留下来学比较好吧？你看都是女生在学啊，我是阿公啊，你要做阿嬷的事情啊。哎呀，你看这两位年轻人真糟糕，人家刘奶奶的手艺都快失传了，你们还在那边开玩笑。但是话说回来了，像这种只能放进茶杯的小茶寿，就得花2到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一纸售价不到台币1000块，根本不符合时间成本。这种活你愿意做吗？就是因为没有人要接，奶奶只好继续做，继续盼着有第3代出现。你看看老人家的手指头都做到扭曲变形了，还不愿意退休，这种执着实在让人敬佩又心疼呢。一早无干，春熟残。
数字丰收顶顶彩，产出一张暖福袋，每铺棉花布来包，青葱条条人有手，还有你妈该来见，头摆十几来做雕，两下泡茶不温柔，茶比茶壶冰比度，做个暖壶能干雕，人工是茶味从书，安凉茶书甜不酥。学好这两句，最后两句嘛。人工是茶味从书，人工是茶味从书，俺命茶书甜不酥，俺命茶书甜不酥。哦，还勉强的有点三分，至少那个寿司寿司讲对了，酥哦，酥酥脆的酥，酥，你放轻松，酥茶酥茶酥，哎、欸、对嘛，好好讲就可以了。对，好好讲，我刚刚有好好讲哦，茶酥茶酥哦。哇，太好了哈！来这边了解到这个这么传统的这个啊一个茶，也算茶文化当中的一部分了哈。对对。像很多人泡茶都会用老师的这个茶手，所以祝福老师了哈，赶快收到得意的门生，不要来学一学，回去就不做了哈。那是可以留下去啊。就是要你要我阿公是去外面工作，阿妈在家里要做这个，你要留下来学。好，你让你先。好，我们，你忘了你要什么任务吗？我要找仙水，对对对对，仙水，我们先去找仙水要紧啊。好，谢谢刘老师，我去找仙水了。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从嫁来问谁之后就开始做茶寿，五十几年的岁月都在茶寿里度过。就算茶寿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各种功能的保温用品，但是这种用手工编织出来的人情温暖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就像以后我想起了问谁老街，也会想起刘奶奶奉给我的那杯茶的温暖。离开问水老街，得赶快继续我的任务。刚刚奶奶说我要找的仙水就在仙山的农场里，还要我去找一个叫做正光的年轻人。农场、仙水、正光，这到底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路追下去吧。你好，你好，你好 ，Hello。正在工作的年轻人，看来就是小老板啦。应该是正光，没错。对，没错，我叫正光。我年轻哎，以为小老板第二代应该已经也要像我这么大了哈，应该才20出头吧？三十喽。有30哦。嗯，那个有劳动的人都保养得特别好。没有，对啊，因为这边的空气水质很好。是。所以我们都是吃芽菜，几乎是吃芽菜长大的。吃芽菜长大的。那我们已经长成这样，再吃来不及了。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哦。咦，这个剧情越听越离奇。刚刚奶奶要我来找正光，正光又说这里因为有好水，所以种出来的芽菜可以让人变年轻，这没道理啊！我要找的明明是可以许愿的仙水，怎么来到这里变成菜芽了呢？哎，该不会真的像童话故事里的杰克与魔豆，正光的豆子因为喝了仙水之后有了神奇的变化？现在这个是在干嘛？这个图呢，你们可以猜猜看，这是什么图？就是图啊，对，这样子我知道，你可以摸摸看，这不是一般的土，是德国来的土。哎，是没有错，德国的土。你怎么知道是德国？可是德国的土呢，还有再加一个东西，我们让你们猜，你们可以摸摸看这个土。哦，加木炭。哎，不是木炭，是碳化稻壳。碳化稻壳。对。哎，厉害哦。碳化稻壳。直接看这上面就有写字了。对，碳化稻壳。哦。先用德国的土，为什么？哦，是因为它那边的空气。它那边的环境，那边的干燥的地区，它的土壤会保持得很好，一定要去寻找说这个的土壤适不适合栽种芽苗菜。那为什么要碳化稻壳呢？因为碳化稻壳是帮助它滤水。瞧这小子讲得头头是道，把我和明珠唬得一愣一愣。你以为叔叔我没有种过豆芽吗？拜托，一张卫生纸和几颗豆子，等个几天就可以收成了。相信电视机前面很多小朋友都懂这个道理，但我实在不懂，哎，用这个德国土和什么碳化稻壳的种出来的芽菜到底会哪里不一样呢？
这是泡过水的豌豆，还泡过水，先泡过水，对，冰冰凉凉的。像泡过水呢，冬天的时间跟夏天时间不一样，所以这个豌豆，我们现在吃豌，要做种成豌豆苗，对，而不是要做成它可以长豌豆的那样的。不是，我们是种苗，种成苗，对，种成苗菜。如果不理它，它会变成就变成豌豆的一颗。它会老掉，不会，它会老掉，因为它的种子品种不一样。首先呢，一样就把它把它铺平，右手。完全铺平，不能重叠。哎，还真的，就一层就对了。对，把它就不要也不要叠罗汉，不要有叠罗汉的豆子就对了。就像按摩一样，按摩豆子一样。对，每一颗豆子都要细心的呵护它。差不多了。没有，还差很远呢，好多都叠在一起。对，看到没有？还差不多了，你是赶着要回家是不是？啊？另外一个节目在等你了，还是要赶飞机？没有，我怕摄影机，摄影师手很酸啊。有哈，不担心我手酸。亮爸，那你休息一下，我来用就好了。啊，就等这句话很久了。休息一下。我腰都快直不起来了。OK， 交给工作是年轻人做。交给我们年轻人做吧。咖啡走啊。交给我们年轻人种。吼吼，你不要看到这个年轻人种芽菜种得很起劲的样子，你绝对想不到，以前正光看到芽菜就像看到鬼一样害怕。刚开始研发阶段啊，都有那个挫折感啊，尤其是小孩子那时候还小嘛，常常要挑豆子啊，啊，对这个都没有兴趣啊。小时候呢，像人家小朋友读书回来啊，第一个就写作业啊，要么就出去玩。我不是，我是下课回来我就一定要挑豆子，挑种子，帮忙家里挑豆子。于是我就久而久之，我就觉得我不喜欢在家里种豆芽菜，因为很讨厌种豆芽菜，因为每次下课回来都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都要挑豆子啊。于是我就很反感啊，很讨厌。他的心里就没有像在农场，因为每次种不好的时候，就会有挫折感啊，他看到就会怕。也看到他根本就不想接。正光的爸爸是芽菜农场的第一代，原本是个日入百万的工程营造商，在40岁的时候，因为政府动省的政策，让他几乎接不到工程，最后干脆把公司停掉，回到家乡另起炉灶，开了这家芽菜农场。那个时候正光还在念初中，下了课就到农场帮忙。对他来说，那段挑豆子的记忆就是夺走他美好青春的小偷，所以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回到农场工作。直到8年前，爸爸用苦肉计把正光姐弟骗回来，正光跟着父亲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被父亲的坚持给感动，他决定跟着爸爸的脚步，用自然的方式种出让大家安心又健康的食材。正光说，芽菜就和人一样，没办法规格化，不过就算规格不能统一，但品质绝对不能参差不齐。哇，一根芽菜才多大，这么多，每一根品质都要刚好，敢有可能啊？哇，好凉哦，好舒服哦，这地方上来了，哇，清凉哎，这里是冷气房哦。为什么要冷气房呢？因为这个豆苗呢，它是吹冷气，苗菜里面它比较难造。像冬天它就要吹暖气，夏天很热它就要吹冷气。冬天还要吹暖气？对，没有错。要控，就是维持一个一定的温度。对，然后那个温度呢，也要找到它适合的平衡点的那个温度。几度？目前的冷气是夏天的话，冷气是22度。22度。除了温度上面要控制之外，什么湿度啦、光线有没有什么控制？这个呢，其实这个都是暗示的。平常是没有光线的，对，因为这个冷气房它要密闭空间，然后是暗的，它才会还没有变绿，因为它暗的时候它是黄色的部分，等到它黄色的部分然后出去的时候，然后吸收光线阳光，它才慢慢的成绿色，光合作用变成绿色。刚刚从把这些这个豆子送进来，经过一连串的工序，对，很麻烦，其实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就是为了要维持它的品质。对，它的品质，然后在里面，然后跟我们土壤有它的养分在，它就在里面慢慢的吸收土壤的养分成分，然后慢慢的长大。是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是有点不太想离开了。啊，对，哎，对，硬要问问题。OK， 不错，可以吃再叫一声，没关系，不急，可以吃再叫一声。啊，那我们关灯啊，休息。好，豆芽，我来陪你们。为了守护这些芽菜，让他们健健康康的长大，阿亮我只好牺牲小我，多吹一点冷气啦，嘿嘿嘿。
想不到啊，这些豆芽和豆苗这么傲娇，住要住在进口的有机土，睡觉时还要马杀鸡伺候，太热要吹冷气，太冷就得开暖气，进到这个催芽室闭关7天之后，还得推出去做日光浴，等到完全绿化才能采收。我的妈呀，这到底一斤是卖多少？这么搞刚刚没合哦。重点是啊，如此层层的把关，种出来的芽菜真的有特别厉害吗？来来来，今天阿亮和明珠就来当一日试吃员，为大家的健康把关。哇，这个很香哦，好香哎，很香啊，真的、哦，很香。我想到一片原野，哦，奔向了一片草原，超级青草味。但你这个很扎实，你这个吃的饱足感，不用再蛋饼饭团什么都不要了，就饱了，很有饱足感。我这个好喝，哦，所以我是不惜成本啊，帮你打造一杯营养的精力汤。不知道是正光种出来的芽菜味道不同，还是因为我和这些豆芽相处一天已经有感情了，十几种豆芽豆苗打出来的精力汤特别甘甜哦。除了打成汁，生吃的口感也是好棒棒哎。正光说他们家的芽菜虽然没有市面上芽菜那种白白胖胖的外形，可是却长得非常结实，属于健美型的豆芽菜，所以采收后啊非常耐放，在台风过后叶菜类飙涨，就是芽菜出头天的时候啦。买一些有机芽菜放进冷藏库，就可以变化出许多菜色和吃法，营养和荷包通通都顾到了。看来这小子年纪轻轻已经完全传承了父亲的芽菜精，还有商业头脑，很会精打细算哦。我们看到很多返乡的青年呢，其实都是很孝顺的。他第一个回乡工作或者创业，都是为了想要就近照顾爸爸妈妈，对，舍不得父母说年事高了还要再那么辛苦的劳动。然后就想说爸爸年纪也大了，然后也做累了。然后一方面我在高雄学餐饮嘛，然后我发现就是说餐饮虽然形形色色都有很多美食，可是也相对很多一些加工品，对，可是有些加工品真的是对人体也是是不好的。然后我又回想说，哎，爸爸既然家里也是做有机的，想了非常久的时候，后来我就决定放下高雄工作。当我要回来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全心投入的。还不错啦，还算是很认真的学习。我说你不要问我，你越问我的话，你越学不会。所以说他抗压性也是蛮不错，他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做嘛，就一定要成功。我的话，我爸不同的方式就是，我想要转型，做一个观光农场，然后让外地的人啊、游客来，然后能够了解芽菜跟苗菜的栽种方式，好让更多人来这边放松，然后体验这边大自然的环境。不但要把芽菜从农场卖出去，还要让人群走进农场认识芽菜。正光说，本来以为父亲会反对他这个想法，没想到父母亲不但支持，还和他一起灌溉这颗梦想的种子。因此，尽管知道农业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不过有了家人给予他最温暖的力量，正光现在对这份事业是信心满满。其实植物就和人一样哦，尽管有好山好水的环境加持，如果没有细心的照顾和培育，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但是阿亮，我现在连好山和好水都还没找到，是要怎么对身上这些瓶瓶罐罐里的梦想交代啊？本来以为找到了正光就可以完成仙水任务，没想到他这个仙水不是给人喝的，而是给豆子喝的。我嘞怎么不早说呢？天都快黑了，快告诉我仙山仙水到底往哪走？原来我此刻仍旧在仙山之中，只不过我要去的地方是在海拔1000公尺的地方，这里的海拔才300公尺哎，也就是说我还要往上走700公尺才会找到我要的仙水啊。呵啊，这个明珠一听到山路，竟然就给我立刻绕跑，实在太不讲义气了。没关系，阿亮，我宝刀未老，找东西我也还行，反正仙山仙水也不会跑，就算要我找到天荒地老，也会完成任务的。Help me, help！ 哎呦，蚕宝宝哎！可是这个是好像被人家遗弃的是吧？现在连蚕宝宝也有人遗弃了，不是只有猫跟狗吗？啊，毛小孩以外又多了蚕宝宝，那这个要送到哪里去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北北你好，你知不知道这个蚕宝宝要送到哪里？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小学或什么？他们有在养蚕宝宝的，还是说你知道哪里可以收容蚕宝宝？我知道有一家，我知道有一家专门收容的，有真的有专门收容蚕宝宝的地方。对，我那可不可以请大哥你有空把带给路好不好？好啊。虾米，我只是随口问问，既然还真的有蚕宝宝收容中心，这么离谱的事情你们相信吗？我不信，但是我很好奇，大哥到底会带我和蚕宝宝去哪里？吴大哥，看来就是这里了哈。对，到了哈。到了。有看到这个就知道了。这边有一个蚕宝宝。对。哦，这就是你说的蚕宝宝的收容中心。是。哦。对，我也是这边的老板。啊，你刚刚没有跟我讲。哦、我就顺便带我来你这边参观一下就对了。所以这里真的是可以收容这些蚕宝宝的。有。你为什么？你这边有养蚕吗？还是有什么？有。我这边养蚕。专门养蚕。对。哦，所以你这边真的有蚕宝宝仁爱之家。有。有。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我想你们都有听到蚕宝宝仁爱之家，这是我进入到人生下半场目前听到最浮夸的事情。这什么年代，蚕宝宝都快没人养了，居然还有仁爱之家。这刚刚门口那个蚕宝宝的雕像，我猜啊，这位大哥要不是把蚕宝宝当宠物养，就是把它给宰了当桌上的佳肴。哎呀我的妈呀，他看起来不像是个坏人啊。哦，哎呦，规模还不小哦，蛮大间的哦，真的有一个蚕宝宝生态教室呢，有，所以蚕宝宝找你就对了，对，那你真的是有爱心的人呢，杨哥，你也是很有爱心，我也很有爱心，蚕宝宝好好碰到你，还好我有碰到蚕宝宝，我又碰到你，这些蚕宝宝才可以这么幸福平安，对，太好了，太好了，好，那杨哥那么有爱心，是，那我拿一样东西来招待你，拿东西招待我，是。真的是太好了，好快点，好心有好报，哎，好心还有东西会招待我哦，那我就先自己招待自己嘛，啊，哦，吴大哥这么快，哦，这么快就来了，对对对对，这什么蛋糕还是什么可以吃的啊？这个是面膜，面膜，对，面膜，就我可以直接体验，除了我自己体验以外哦，因为我们有辛苦的团队啊，哦，我觉得他们有些太阳晒得比我还辛苦。哎，请过来啊，不要让我抓。话说这趟任务怪事还真多，我第一次遇到有客人上门，主人家是拿面膜招待的，嘿嘿，没关系，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常待我不薄的导演，来来来来来，一起敷，敷了万一出事，你一半我一半，风险比较小，嘿嘿。对不起，那个因为面膜是这一块才对啊，所以你弄错了。哦，等一下，我先弄好再帮你改回来。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是蓝的拿掉，白的拿掉。因为你又铺反的啦。我反了。你反了啦。我有。奇怪，所以你原本对只要把蓝的拿掉就好了嘛？哎，不是，我刚帮你翻过一面。停停停！不准笑！你不知道敷面膜的时候笑了会长皱纹吗？啊，对对对，我真的很水润，而且没有什么太香的味。有的人怕那面膜太香，所以我这个面膜是从桑叶里面萃取出它的营养素，然后做出来的。你若是想知道，那亮哥我就带你去看。哦，带我去看。是，走。好，了解一下。哇，涂大哥，是这一片田都是你的，对，大概有多大？一甲，全部都是。哦，所以我敷的那个面膜是跟这些桑树桑叶有关系喽？哎，有，啊，有关系。这个是桑叶，是要养蚕，哦，养蚕养出来的才可以做面膜，蚕宝宝养得胖胖的。哦，所以涂大哥决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就对了。对，哦，要知道那面膜的由来，要先从认识桑树开始。对，然后采桑树再去喂蚕宝宝。对。再慢慢一步一步了解，对，哦，是，那我看涂大哥又带了一位新朋友进来，他是天使，我们这边有四位，你有四个天使，他是副班长，李副班长好，我是阿亮卜学亮，你好你好，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哈。原来涂大哥说的天使指的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15年前，因为特教学校校长的委托，涂大哥便把一些特教生带进了农场，开始教他们一技之长，
看起来农场好像多了几个帮手，但要让这些孩子打开心智和心房，哪有那么容易？他们刚来到农场时，因为怕生而吓得四处躲，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和孩子们之间建立信任感，带着他们渐渐走出封闭的世界。现在这些孩子已经能够独立作业，成为涂大哥的小帮手。而为了让他们在工作上有成就感，涂大哥还贴心地给每一个人一个头衔哦，有班长、副班长、组长和小组长，人人都是主管，都可以独当一面。哦，这边有一些准备要让我们喂的蚕宝宝哦。真的不用擦干给他们吃啊？不用不用。现在蚕宝宝啊，它的驯化比较严。我这样有时候还是要打扫它的环境清洁啊。对啊，对啊，对。所以它的便便会自己掉到下面去啊。会。哦，那我们就扫一扫，拿去丢掉就好了，对不对？哦，不行哦。不行。那都是宝。哦。哎，什么东西？副班长人就是好。对。知道我们做的辛苦就是班长。哎，怎么就一杯师傅没有？我饿而已啊，给我喝就好了。哦，谢谢哦。错。麦茶。不是麦茶，蚕沙茶。蚕沙茶，蚕沙啊，这里哪里有蚕沙？啊，蚕沙，你们这边有蚕沙吗？蚕沙是蚕桑叶它吃剩的还是什么？就是剩下来可以把它做成茶叶。你跟主持人讲，什么是蚕沙？我好像有听到，他说的是那个吗？大声一点，大声一点。说的就是蚕大便。蚕沙茶，对，就是用蚕便便泡的茶，对。啊，我原本说要少去丢掉那个，就是你直接拿来用热水冲下去就给我喝这样子。没有，我没有，那就好。那是怎么做成这个蚕沙茶的？晒干了之后，晒干，又在高温杀菌。高温杀菌这句话太重要了啊！杀菌之后呢，就可以对，整理干净，吹干净。用高温杀菌四个字就不怕，就不怕。对，敬大家。甘甜，什么甘甜清香，这是为了节目效果演出来的啦。光听到大便两个字，我的味蕾就失去了知觉。就算有本草纲目为他背书，说他可以活血去风湿，我还是没办法忘记他是大便这档事。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刚刚我和导演敷的那片面膜啊，该不会是宝宝的尿做出来的吧？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吐司室，吐司室，对，哦，吐司是早餐三宝之一啊，哦，再加一点奶油果酱啊，吃起来好不一样。这个是吐司了啊，对，不是那个面包的吐司。对，我说这些蚕都已经开始在吐司了。对，那个像那些都在吐，头在扬，一直扬起来，扬起来，它扬起来，拉一下，拉一下，拉过去，拉左拉右，拉左拉右。哎，我们小时候养的蚕，它会吐成一个圆圆，把自己包起来，变一个那样像一个椭圆形的那样子，一个的蚕茧嘛。对。那怎么看半天没有一个人在吐成自己身上？做成圆茧哈。对。因为我们现在改成平面茧，我这个就是要做蚕丝被的。所以说这个煮一煮，我一拉就六神气。你若是做蚕茧，它是属于一片一片要接起来，那小片拼。要拼接起来，这个就一大张就对。对对 对。哦，所以因为这个下面都是涂好的丝啦。对，我，哦，那个直接可以当蚕丝被了嘛，难怪啊。啊，对，多几层就可以了。但是还是要煮过的哦，还是要精炼。那如果真正要做一张蚕丝被的话，大概要多少只蚕宝宝来吐丝才够？我们一般来讲，一公斤啊的蚕丝，最少就要5000只蚕宝宝。一公斤要5000只。对。哦，那一公斤可以做一张被子吗？不行，两公斤做起，两公斤才有办法勉强做一张被子。两公斤就 OK 了。对，至少要10000只蚕宝宝。对对，一万只才能做出一件蚕丝被，那得养多少只才能赚钱啊？记得小时候只是养2-3只蚕宝宝就已经养不活了，更何况要照顾几十万只，万一蚂蚁大军攻过来，把蚕宝宝吃个片甲不留，呼呼，那真是血本无归，欲哭无泪啊。不只要承担饲养的风险，还要面临进口蚕丝被低价的打击，也难怪没有人要养，因为这注定是一门稳赔不赚的生意。但尽管前景不被看好，涂大哥依然坚持不关厂，要守住台湾唯一一家蚕丝工厂，继续用手工做出最在地的被子。
为什么要煮这些蚕丝呢？这个就是因为它硬了，就硬了，硬了，蚕硬了，煮过才会蓬松。哦，煮说哦，煮了才蓬松啊？对对对对，这里面的棉花要透过煮才会蓬松。它这个就是胶要把它煮掉，胶胶质，蚕上面会有胶质，蚕丝上面会有胶质，胶。丝胶哦，蚕丝那个丝，丝胶。对对对对对、哦。这个虽然说行行出状元啊，对，但是有些工作真的是蛮辛苦的。很辛苦啊、哦！我看你也大我几岁嘛，对不对？啊、哦，应该大一点点嘛。七十几。七十几了，我、哦、看不出来，保养的还不错哎。因为常常都熏这个。哦，熏的这个有好处啊。有。那我脸出来一点。也对了，有可能毛细孔都开了，然后害你一直排出来嘛。哦，这么辛苦，你有没有考虑？换别的工作就剩你一家了，你怎么还那么坚持？就是一个使命感。嗯、啊，台湾布农没有这个历史文化，几五千多年了、嗯嗯嗯，啊，所以我才扛这个责任，嗯嗯、把它扛下来。所以朱大哥，你讲起来也是一个蛮浪漫的人啊，有一定的坚持啊。对，就是自己的理想啊，自己的目标，对对对对对，不忘你的那个初衷啊。一开始为什么投入这个产业？是，你就希望它能够继续的传承。是是。朱大哥，你刚说你这里有四位小天使，是我发现他们呢，好像都这个是跟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样，难怪你说他们是天使。对，哦，像副班长他们。是是。那所以要训练他们，要让他们在这边熟悉这里的工作，其实不太容易耶。不太容易。那你怎么想到要请这些孩子来你这边帮忙呢？因为我们就想说，我们没有生到这样孩子已经够幸福了，生到这样孩子也不是他愿意。对。那我们就花了一点这个力量，来协助他们，协助他们家里，还有这些天使。对。啊，他若是没有舞台，他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专长，可是你教他们的时候要比别人辛苦啊。那个过程上，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大概回顾一下，有没有什么困难啊？会让你这个觉得有会不会有灰心的时候啊？就不好教啊，不太累啊。这个都会，你教几百遍他都不会，你就要不断的重复。一百遍不会教两百遍，对，两百遍不会教三百遍，对，三百遍就会了。三百遍还不会。啊，三百还不会，对，四百五百就继续教，对，终于会了。所以这里的那四个孩子，四位天使在里面都是待了十多年以上的，对，你都一个一个教啊，他们不怕累吗？啊，我才这边随便帮忙这样压个几下，我满头大汗啊，我都想跑了。这四个孩子没有偷跑过吗？啊，有跑过，有跑过，那怎么办呢？要跑过你就要找，要找啊，一直找。找到哭啊！哦，你找到哭还是他们哭？我找到。你找到哭啊？对，你这么大了还哭？是啊，会不会人家笑？你哭很大声的。对对。哦，一来是找到他们，找到你才放心嘛。对对对对对。因为找到也心急了。嗯，对。所以我们要雇佣这些孩子，你要先把自己的心要把它建设好。啊，怎么建设呢？啊，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爱心。第二个一定要耐心。除了给这些孩子一个发挥的舞台，涂大哥还给他们一个有安全感的家，而孩子们的进步就是对他最好的回馈。所以涂大哥，对，要煮好之后呢，我们这个还不能拖嘛，待会一起要把这个热水拿去倒掉，对不对？没有，不倒掉。对，继续煮下一批啊。这个哈，你刚才那个敷了面膜，就是这个水。用生物科技去萃出来做的，是哦，这么厉害啊！哦，所以我敷的面膜就是靠煮过这些蚕丝的水下去，去提炼、去萃取的。对，哦，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蚕宝宝，以前小时候我们养来只是让它去生物科去交差一下哈，就是了解这个蚕宝宝的一生，短短的一生，没想到可以提供给我们人类这么多这么大的功效。哦，还有蚕蛹又可以做那个冬虫夏草，蚕蛹还可以做冬虫夏草。对。越想越多，越想越多了，所以捡到那盒弃养蚕宝宝实在是很不应该。大家爱它就不要弃养它，小小的一只蚕居然有这么大的功效，我们要爱惜它，好好对待它。所以我会坚持把这个产业留在我们国家，一定要把它保留下。对，您辛苦了。
只要东西好，不怕多人做。涂大哥说，如果有人有心想学，一定倾囊相授，因为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台湾的产业可以再度兴盛。这里算不上是一个漂亮的农场，也可能很多人都会忽略它，但是这里有台湾最美的风景，而那个美需要你来挖掘哦。好了，我可以安心的去寻找仙山和仙水了啦。搞了半天，原来仙山就是红毛管山，而且还是台湾的小百岳之一哦。只是因为山上的仙水实在太有名，大家干脆叫它仙山。海拔967公尺，说高不高，问题是有段路车子到不了，想要取得仙水就要用两条腿自己走上去。我的妈呀，这楼梯看起来连尽头都看不到，光用看的我就腿软了。哦，有几位婆婆好像也是要来爬山的哦。对啊，哎，婆婆早安早安。哎，每天都看到你。我每天都看到我。没有啦，我最近没有那么红啦。哎，几位婆婆，你们也是要来爬山的吗？对呀，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仙山了吧？对对对，就是仙山哦。仙水亭上上面，上面有仙水亭，真的有水。有拿仙水。几位婆婆，你带路好不好？走啊，走走。所谓输人不输阵，更是不能够输给老人。那传出去我还是个男人吗？就算不为仙水，我也要为我的面子拼啦！一步一脚印踏着台阶上来这里呢，要取仙水之前呢，要知道怎么取水，哎，免得有步骤错了，那就白来一趟了。要请专家来帮我们介绍，来介绍我们这里啊，邪灵宫的主委，来王主委，麻烦您了。王主委，来来来，要跟您请教一下，听说这边的仙水很厉害，所以要带点仙水走。那取水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祝你旗袍就放在这桌上啊，旗袍就放在这里。这今天的棍子，那个娘娘夹一夹啊，他马上就夹死。跟这个娘娘讲一下，就讲清楚就可以了。对对对。看来取仙水一点也不困难嘛，那我前面到底是在忙什么呢？我想啊，那应该是娘娘给我的考验啦。没错，这个娘娘指的就是九天玄女，也就是这个灵动宫的主神。而传说中的仙水其实就是山泉水。传说在日本时代，因为有一户萧姓人家得了疟疾，取了这里的水饮用之后，病居然就好了。山泉水治病的奇谈因此被传开来。即便时代进步，医疗发达，仙水传说依旧名闻遐迩，而爬山取水的民众依然是络绎不绝。嘿嘿，各位叔叔伯伯、婶婶阿姨、三立的同事，我已经成功帮你们取到仙水了。但是我答应要帮你们拿仙水，没有答应帮你们带回去。你们想要喝仙水，自己来一趟。这边九天仙女在帮你们加持，所以我的加持好了，我先带走。哈哈哈，自己来一趟才会有效。嘿嘿嘿嘿。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仙水到底灵不灵，其实在于你的心。俗话说，心想事成。如果喝了这个水，可以让你更有动力的朝梦想前进，那何乐而不为呢？而我也是因为在寻找仙水的旅程中，认识了不少好人，像是茶寿的刘奶奶，手指头都做歪了，依然坚持要把这种有温度的手工艺品传承下去。而芽菜农场的郑光和他的父亲，十几年来不断研究突破传统农法，把大家认为不值钱的芽菜变成健康养生的极品食材。现在这套农法已经传到了国际，父子俩用时间证明，只要有心，废土也能变黄金。还有蚕宝宝工厂的涂大哥，在大家已经放弃养蚕之后，孤独地守着传统产业，甚至不断开发它的可能性。这种坚持是身为客家人的骄傲，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写照。时间在走，我的脚步踏实地探索，世界在变，台湾的脚步不曾停歇。我是卜学亮，我在苗栗诗坛感受到仙山地灵人杰，写下一页在台湾的故事。将将归老的人，抱着。
怀。